迎收看今晚的 Live 神烤咖，我是主持人凯特，而在我身旁的呢，就是我们的三 C 达人。大家好，伙伴好，我是门市讲师，我是阿吉。已经有了 iPhone 15在手上了，我好多好多配件想要买，怎么办？去哪里买？当然是来神脑买啊。这个就是目前我们现在神脑的 MK X2 的智慧手表，可以看到它的外机身的部分呢，它是采用金属的机身。其实主持人你可以大家看，它整只手表的重量来讲呢，其实非常的轻，很轻哎。它的表面呢是用这种防水的部分，所以你戴起来其实不会觉得黏。你可以戴戴看。我很害怕手表戴起来黏黏腻腻的，闷在那边的感觉。其实呢，它里面有内建25种运动的模式，像是走路的部分、跑步、登山、爬山，大大小小你可以想得到的运动模式，在这一只小小的手表里面，其实都有。再透过它的 APP， 透过手表上的侦测到手机上的 APP 呢，都可以清楚的一目了然。哦，透过连接之后呢，我们实际的数字化的让你掌握究竟我整个人身体健不健康。这只手表我觉得它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睡眠侦测，它有像是我们的24小时的心率监测，然后还有血氧。好厉害哦。对，这是我觉得这一只手表的 CP 值可以做到的事情，我觉得是还蛮厉害。而重点我真的要说，它真的好轻哦，我差点忘了我有带着一只手表。它其实就有点像你的健康小管家、小秘书，对不对？哎，这很值得自己买一只，老公买一只，老婆买一只，爸爸妈妈都买一只。嗯，因为它的价格非常的亲民。想要的配件，神脑通通有，就是我们的 AirPods Pro 第二代的蓝牙耳机。耳机就是你最需要的一个好伙伴。AirPods Pro 的部分呢，它有个人空间音讯，支援杜比全景音响，360度的环绕，会让你有最好的音质上面的享受。好，阿吉已经帮我连上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已经连好了。那你现在目前的模式叫做降噪模式。好安静哦，我好像外太空了。运动的时候呢，我们会建议您改到通透模式，将外面的比较高频率的杂音先过滤掉，但是还是保有外面的声音。所以在像是你过马路啊，对，交通安全最重要。比如说，如果今天真的不小心遇到了下雨天，它也 OK 吗 ？AirPods Pro 的话，它有做抗水模式的功能，只要你不是跳到河里或者是拿去游泳，对，应该都 OK 了。对，基本上都 OK 了。AirPods Pro 对我来说是最棒的原因，是因为它是耳塞式的，在骑车啊，把安全帽拿下来，或者是说我在跑步运动的时候，其实它就是非常的服贴在我的耳朵这边，让我就是两个出去，两个一起回来。还有一个 option 可以给大家来做选择参考呢，就是我们 Mega King 的蓝牙耳机，它也是比较轻量的部分，一样有掀盖直接配对好的功能，智能的触摸以及动圈喇叭的部分，在这种的 CP 值里面，它还是有动圈喇叭的功能。这么厉害啊！它的价格呢比较亲民，带给小朋友用，带给长辈用，有这个蓝牙耳机，爸爸妈妈不心疼。哎，我也没有看错，这少了一个零吗？这也太便宜了吧！今天不管你需要什么样的配件，神脑都帮你很贴心的准备好。我是主持人凯特，我是门市讲师，我是阿吉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，拜拜。